哇！嘿哈！服饰挺漂亮，穿的跳的很不错啊，跳的很好。他这个鼓棒还挺有意思，都打弯了。啊，真的。对，哎，啊，给我啊！前面那个，让我们一起走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知道我们跳的是什么舞吗？确实不知道。热巴舞。热巴舞。热巴舞是流传于我们丽江塔城的一种民间大型传统民舞，然后主要是用于古时的丰收和祭祀，表达了我们纳西族人民对自然、对天地最崇高的敬意。好，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，也感受到了对我们的这个欢迎哈。对，刚才有个小伙子教我们说你好是阿拉拉累，对，阿拉拉累，阿拉拉累，阿拉累，阿拉累，阿拉拉累，阿拉拉累。美女叫妹子，哦，妹子阿拉拉累，阿拉拉。啊，谢谢怎么说来着？九百岁是吧？好记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